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耶稣。今天我们又在聚集在这里，将荣耀权柄都归回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的颂赞。感谢赞美主， Amen。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心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
是的，主耶稣，我将我的灵安静在你的面前，来渴慕更多的寻求你。感谢你，主耶稣。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心意是我看见。
是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身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感谢赞美主耶稣，是的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
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得有荣耀，我无求是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弟兄姊妹做个祷告。在我们当中，特别是线上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们，这个时候如果呢，你的腰这边呢有不舒服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你祷告。好，如果你有这边不舒服的地方呢，请你把你的手呢放在腰这部分，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头，如果今天你的头非常的痛的话呢，可能某种的原因有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一种的刺痛的话呢，今天呢把你手呢放在那个部分里面，感谢主耶稣。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你祷告，神在当中，神要施行他奇妙的作为，当神的子民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呢，他说过，我的鞭伤就是你的医治，今天神要特别的眷顾你。好，这个时候呢把你的手呢放在那个腰部疼痛的地方，还有呢头部疼痛的地方，我们一起的凭着信心来祷告，好不好？对了，感谢主，来内心呼叫耶稣。对了，感谢主。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父神，今天早上围坐腰部还有头痛的弟兄姊妹交托恩主你的手中，主，我祷告今天你亲自的做奇妙的工作，让他们知道当他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内心呼求你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知道你所面对的痛苦，而今天早上神要医治你，神说的鞭伤，每一道鞭伤就是那个医治，而今天特别为做腰部跟头痛的弟兄姊妹祷告，愿你亲自的医治他。我感谢赞美主，如此的祷告奉耶稣你得胜的名求，感谢主， Amen， 哈利路亚。好，然后你可以左右摆动一下好不好，然后呢就是往下伸，就是看看你的腰部怎么样的，还有你的头看看是没有痛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告诉神说，耶稣，我谢谢你的医治，并且呢告诉你的组长，告诉你的分区的监督们，说耶稣在今天医治了我，感谢赞美主，Amen， 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神奇妙的作为， Amen， 谢谢主，哈利路亚， Amen， 神是好的。大家早上好，愿今天的主日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呢我们一起的在线上来朝拜我们的神，感谢主。好，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呢来敬拜赞美神，就是我们的奉献。感谢主的恩典，我的经文呢取自于箴言书第三章九到十节，说到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闸有新酒盈溢。哇，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做个祷告，愿上帝今天赐福我们手中的奉献，透过这个线上的奉献呢，我们能够祝福神的国度。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将我们的十一奉献、信心任献，还有我们的就是普通奉献，完全交托恩主你的手中，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来扩展你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也祝福那些在经济上面对困难的弟兄姊妹，或者正在找工作的弟兄姊妹呢，也赐福他们早日的找到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欠缺，因为您是赐福的神。如此的祷告奉耶稣你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拿起你的手机就是呢找这个扫描下荧光幕上的二维码，按照应用程序上的指示呢输入有关的资料就可以了。记得呢普通跟十一奉献呢要加上 GF， 而信息任线就是 MF 和你身份证上的最后三个数目字和一个英文字母就可以了。感谢主，相信呢弟兄姐妹已经很熟悉了，
当然老弟兄老姐妹继续的把你的钱放在信封里面存起来，我们即将呢有实体的聚会的时候可以带来教会呢来奉献给神，愿神祝福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是美好的，哈利路亚，神是奇妙的，神呢也是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动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探索，这个价值观的探索呢就是这个时间，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神时间有什么样的特性呢？让我们先看看它的特性。时间的特性呢是不逆行，就是什么呢，时间一旦过去了就没回来了，就不能够再回来。然后呢时间也是叫恒动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时间呢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不能够把它存起来以后呢再用，这叫恒动性，就是继续的。时间呢是也是公平性的，我们每个人呢每一天呢都有24小时，对吗？有谁有超过24小时的，25个小时、26小时的，没有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就看我们的时间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是公平的，神没有去偏待任何人。而且时间的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它是未知性，什么意思呢，我们无法预知或者是预先知道什么时候呢时间会用完，什么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将会结束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装满的，里面有石头，有碎石，而且的沙子啊，加上呢可能会放一点水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探索这个，今天这个比如说这个石头是最大的一块，然后加上呢碎石比较小一点，沙更小，那水更不用说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将很多事物呢先呢填满的什么，比如说我们先填满的小沙在里面，然后过后呢再填这个沙子或者是碎石，最后呢再填上这个石头比较大块的。所以往往呢我们的时间呢都不够用，往往时间都是滥用的，或者是呢没有智慧去用，导致很多重要的东西呢都不能够去行使。你看看这个瓶子里面，那里面有石头，有碎石沙子啊。所以呢今天我祷告就是帮助我们从一个时间应用上呢的比喻呢，我们能够知道一些的东西。比如说第一，管理的应用，当我们好好的应用管理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瓶子里面先倒满它的小沙的话呢，满了之后呢，其实呢你再不容下任何的石子了，或者是一个石头的。所以呢在管理应用方面呢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一个是优先次序，当我们没有先做重要的事的时候呢，我们的时间呢常常被那些什么次要的事呢给占满的。那小沙子呢就是次要的，大石头是重要的，反而放不下去的。所以优先次序也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呢接受这个限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容许几件重要的事要去做，因此呢我们要好好的取舍。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什么都得着同个时间，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呢时间的应用。所以接下来呢有三样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管理神给我们的时间，跟等候配合神的时间。这三方面我们一起的来探讨。在这个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方面呢，在计划安排我们的将来时呢，雅各呢他就提醒了我们不要忽略什么。雅各书第4章13到17节说到其中一个什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呢就不见了。哇，多么奇妙，你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你们知道云雾吗，出现的时候呢突然间不见掉了，比如说早上而且雾开始有的时候，突然间当中午的时候呢完全不见掉了。
所以呢，可以说是时间是匆匆的。我们人的一生的时间呢，就是很短暂的，很快呢就会过去。不但如此呢，我们人的一生的生命时间都是有限的，都有着结束的一个时候，我们叫做人生的终局。在诗篇39篇第10节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所以可见的呢，人生有它的终局、结局在那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许多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呢，是我们无法去控制的，对不对呀？我们想控制，但是控制不来，这叫做人的有限。人的有限，箴言书27章第一节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时，你尚且不知道。”你尚且不知道。我们在生命的计划里面，是否合乎神的旨意，跟什么呢？神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的目的有没有相称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5章16节说：“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可见的生命的意义呢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否把握现今所拥有的时间去做该做的事情呢？那就是要做一个正确的取舍。雅各书第4章17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呢，正确的取舍是非常的重要。时间的计划管理呢，不是为了能更快，而是为了能更有意义的使用时间，更有意义的使用时间。所以我们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时间，因为时间不多，因为人有限，因为呢生命的意义就那么一次，而且呢没有正确的取舍。好，我们看看一下，管理神给我们的时间很重要。神给予我们人类呢时间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管理它，不是让时间这样的流失掉。有些人就是呢得过且过，一天过一天，一天算一天，那个人生呢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呢？不满足，而且是浪费时间，所以呢也是白占土地。神说在这地方，所以每个人生有个目的，有个方向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看一下，我们对时间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当安什么呢？当安做神的心意，用智慧的心呢，好好的管理，好好的数算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所以呢，在诗篇90篇第10节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诗人刚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吗？生活呢，有哪些征兆呢？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呢，我们如何的管理我们时间，管理的妥当吗？还是不妥当？打个比方，比如说。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如果你要找一样东西，然后呢你东找西找，上找下找，都找不到那个东西你要的，可见的那一个人就是没有好的去花时间去规划他们的安放安置的东西，凌乱不堪。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同事们呢，他们的桌子都是满桌子都是什么纸张，然后呢一些的笔，一些的盒，一些东西。当他找东西的时候呢，我说我要那些文件，他说对不起，等一下要找不到，所以浪费很多的时间。他们没有好的规划好分类，使他们的文件呢，他们的东西能够按照分类呢，当他们要去拿的时候呢，非常的省时间，想到了去到那边去给拿。或者是有些人频频失约迟到，有没有这种人啊？你约他7点他8点才到，很奇怪，每一次都这样子的。
然后呢，或者是常常错过那个截止日期，或者是没有履行那个诺言，所以这个人的在时间观念呢，也是非常的不明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明智的人。当你约人七点的时候呢，七点或者是早点早分钟到是最好的。特别是当你搭巴士的时候，请问巴士会等你吗？飞机会等你吗？另外一个就是缺乏睡眠或者是休息时间，应该睡的时候呢，却没去睡，然后做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没有规划好的时间，然后 到了最后要完成的时候呢，拼命的就什么呢？去什么赶夜车，啊，去赶夜车就什么burn midnight oil， 到什么呢？累垮的自己，累垮的身子。有些人只是重视工作、工作、工作，而缺乏什么呢？彼此的关系。那个也是时间的管理不当，因为你时间不只是给工作而已，你要给你其他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跟弟兄姊妹，这个也要去教的，要去学习的。所以这些征兆帮助我们，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不是管理的好的一个人呢？所以如果今天你常常遇到一个迟到的弟兄姊妹的话呢，你要说他，哎，弟兄，你的时间管理不好啊，或者是看到他每一天都是睡不够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睡不够了？哦，昨天我赶那个很功课，我赶那个服事表还没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哪些是重要的部分呢？我们要去管理的，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社交、我们的进修、我们的娱乐等等。你觉得神现在托付你最重要的几样职责是什么？思考一下。然后呢，你所花的时间是否跟他有这个正比呢？有没有优先次序呢？还是没有？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时间的管理应用上呢，可以有哪一些的原则要去做，哪一些技巧要去执行，哪一些跟金钱有关系的怎么去衡量。在原则方面呢，其实呢有两个，一个就是随性，一个就是计划。我比较喜欢就是计划。那有些人是很随性，今天心情非常好我就做这个， OK， 今天心情不好的话我不做了，就放在一边了，然后呢等他要做的时候呢，不要，没有时间了。所以让我们预先安排好时间，控制它，而不被它所控制。所以呢，计划胜于随性。另外一个就是呢，想要跟需要，让我们放下随性的想做的事情呢，而去做必须做的事情。打个比方，今天你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你就是拼命的吃吗、喝吗、睡吗？还是你要进食祷告，直到突破为止？比如说今天你觉得你的灵修的生活很烂，你觉得今天你工作太忙了，你没有时间去进去的话，你说今天该做的时候应该祷告。当你祷告之后呢，你等候神的时候呢，神可以聪明智慧呢去处理那些其他的东西。所以呢，随性跟计划，你要选择计划。想要跟需要呢很重要，做那些重要的东西。在技巧方面呢，其实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坐下来规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东西，然后呢到个地步你可以按照那个时间表去做。所以外邦人或者是的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有这规划，特别是总裁们、经理级的人，他们都规划好的，按照那个程序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时间有限，他们知道，而且他们做的好就是要规划好时间。信主的我们更应该有智慧聪明，我们加上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先把它放在首位的。当你起来的时候呢，要什么？早安圣灵，不是早安那个工作，不是早安那个东西。你花这个时间去煮啦、准备东西啦、洗衣服啦，突然间你的灵命，突然间当你把那个衣服掉出去的时候，掉下去的时候呢，那衣服掉下去的时候，哇，就骂啊。但是如果今天你把一些琐碎的东西放在边，说早安圣灵，规划好早上的时候呢，你有灵修，你有祷告，装备你的心去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呢，当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能够迎刃而解，因为圣灵已经帮助了你。直到地步一些，当我们去搭巴士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一些等候车的时候，那些有点时间五分钟、十分钟的时候呢，不要发呆在那看东西，用你的时间发简讯去问候别人，去关心别人，那五分钟也不错的。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人代祷五分钟，我为那个祷告，哇，这那个弟兄姊妹今天去医院做检查，我也祷告。当你等候车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呢，善加利用这些什么一些高科技的呢，帮助你去管理一些呢你生命当中所应该做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是金钱方面，是否跟你的管理的方面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呢？也有，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过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不对？所以寸金是否可以买光阴呢？我们有些情况呢，是可以用金钱来换取一些时间，有时呢可以用时间来赚到钱或省点钱都可以。但是我们常常会把金钱呢比时间看得更重要啊，那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评估，客观的评估金钱跟时间哪一个重要，让我们有智慧的去管理去应用呢我们的时间跟金钱，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好，谈过的这个善加利用，谈过的这个管理神的时间，最后呢我们谈到等候，等候配合神的时间，那个很重要。我们在应用神的时间的时候呢，常常希望就是快快再快，但是在我们人生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需要放慢这个速度？我不懂为什么突然之间2020年呢停摆很多东西，整个因着那个瘟疫，因着这个疫情，你没发现到突然之间天空非常的什么，哇哦，晴空万里，哈利路亚，蓝蓝的，以前是乌烟瘴气的，从来没有的，你所闻到的就是那汽油味烟雾，突然间没有。那些科学家，那些动物学家，他们说今年呢动物呢非常的健康，因为呢他们所呼吸的是清新的空气，他们可以出来到处的游动，因为没有人干扰他们。所以不晓得有时候神的奇妙的工作，疫情对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可能就因着这个疫情，我们可以停下来，停在我们停下我们那个那种的快的那种的步伐，然后呢思考一下到底我该如何善加利用我的时间。那有时候呢我们要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以赛亚书第33:15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所以有些人就是拼命的做，拼命的做，拼命的做，到地步呢有些人真是拼命的看连续剧，看到晚上一两点呢，有些人拼命的玩游戏机，玩到凌晨的4-5点呢，有些人拼命的讲话讲到。所以呢我不晓得你的时间如何应用呢，一过了就过了。有时候神也要我们学习如何放慢脚步来等候配合神的时间。约翰福音第7:6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讲到耶稣基督即将离开的时候。那神造万物呢各按其时呢是美好的，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等候神，不是单言或者是什么都不做，乃是让我们为那更美好的时机预备好自己。在以赛亚书第40告诉我们，就是少年人也有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有时候我们等候是为了什么？走更长远的路。我们等候是为了要休息，然后过后呢继续的走下去。我们等候是因为什么？我们跑得太快了，然后呢已经精疲力尽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拼命的拖住我们什么那种疲乏的身体呢继续的熬下去，希望能多赚点点，希望能够多赚点点，但是身体垮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赚了全世界，要赔上的生命，又能得着什么呢？也跟时间有关系。今天我特别的告诉大家一真理，就是时间这一回事是什么事？你知道吗？时间是特别为着神的旨意而暂时有的。我再说一遍，时间是特别为着神的旨意而暂时有的。
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不需要时间，神根本超越时间。但是时间在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时间就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时间是神特别为人而设计的，有一天呢，时间将会结束，我们都要被带到永恒的世界里面，那时候呢，就没有时间的观念，那是永恒的，所以记得这一点。而且呢，时间既然是今生，是在神旨意中间这一段才有的，在世上有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是有限的，它不仅仅是短，而且很快就过去，一去就不回头。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光阴似箭，箭射出去的时候就不返回来了。时间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有些商人是什么呢？做生意说：“哇，时间就是精神，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我们这些哲学家，我们基督徒们就说：“时间就是生命啊，要赶快拯救灵魂啊！”因为呢，我们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会过去。会伤及他的生命，我们要爱惜光阴。所以时间短快，而且一去不回头，是在外在的，是表面这一层的意义。它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呢，所有的机会呢是在时间里面，所有的机会呢是在时间里面。一旦错失了那个机会，时间就过了。那可能你可能想玩那个食物、哦、你错过了那个食物，你可以回去吃。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就没得再返回来了。所以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机会也就过去了。所以因此呢，感谢主的恩典，因着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在这个有生之年里面呢，能够跟上帝呢恢复那个关系，借助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因着我们认识这位永生的神，而产生了永恒的价值，甚至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最平凡的生活呢，都可以跟神的永恒或者产生永恒的价值都有关系的。打个比方，比如说保罗书信、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呢？第十章上这一节，或吃或喝，重要荣耀神的而行，就是那永恒，对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所以甚至到个地步呢，我们吃喝都要荣耀神。更重要一点，就是我要提醒大家，仇敌呢更知道时间的价值。魔鬼撒旦呢比我们更加的会利用时间，他利用时间来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魔鬼充分的利用时间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工作，因为呢，他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他拼命的做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呢，更严重，什么？就是魔鬼呢，一直要破坏人对时间该有的认识和该有的珍惜，他要破坏人对时间应该有的认识，应该有的珍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时间的价值观？我们的时间很多时候呢被浪费了，对吗？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就是你的价值观。对时间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让我们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珍惜管理，善加利用每一天的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时间是为了神在你、在我有限的时光里面呢而有的。
神不要时，神不需要时间，你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找着这个机会。今天你有机会再次的反省自己，告诉神说：“主啊，我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所以今天求你帮助我，让我好好的去善加利用你给我的时间，让我跟你的圣灵配搭，如何来完成神所托付我的事情。就像这个玻璃瓶子里面可以装满大的石头、小的石头、沙子甚至水，这么多，但是如果你的时间价值观错的话呢，你整个瓶子都是小沙，放不下其他的东西，或者是你整个瓶子都是水，连一粒石头都放不下，那个时候呢，你真的是浪费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做很多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要爱慕你。是的，主。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神今天在你的心说话，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你，我心满你，对你的爱和思念不自禁，让我走向姊妹，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甚至家庭主妇，记得不要随性，要计划，该做什么东西，把首要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成长放在第一。做圣灵的弟兄姊妹，做工的弟兄姊妹，你们也要规划你的时间。上班的时候、搭车的时候，那段时间该做什么？不要呆呆的，不要去浪费时间做一些无谓的东西。就像这个瓶子里面，首先放重要的大石头里面，重要事情过后呢，才放其他的碎石，最后小沙才水。这样你的生命呢，在这一天24小时里面呢，可以为主做很多很多的东西。魔鬼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他拼命的工作，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神给我们24小时，神让我们有智慧去善加利用我们的时间，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更加的蒙神益人。好，这时我们要祷告，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房上，求主帮助你。我不晓得今天你对时间的观念是如何，但我祷告，我求神给你聪明智慧，如何去善加利用你的时间，管理你的时间，并且配合神所给你的一起的来使用你有限的时间。谢谢主，父神，我感谢赞美你，今天为着众弟兄姊妹交托恩主你的手中，做祷告。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的确机会在时间里面，当机会错失的时候，是因为时间已经不复返了，已经流逝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呢，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首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第二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事跟物，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娱乐。好，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将为神做更大、更重要、更及时的工作。圣灵帮助我们有聪明智慧，如何去计划我们的时间。好，让主耶稣你的名字得到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感谢赞美主，如此的祷告，奉耶稣你得胜的名求，神祝福你，哈利路亚。当然，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祝福，还有我们线上的慕道朋友呢，神也要祝福你的。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因为呢，你的救恩的机会在时间里面。你说牧师，我再等一下吧。没有，时间过去了，机会也跟着流逝。如果你认识耶稣为个人救主的话，说牧师该怎么做呢？你问得好，问得对。将你的手放在心房上，跟着我祷告。我说一句，代表你自己祷告，好不好？谢谢主。对的，把你的手放在心房上，来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向我的心说话，告诉我你爱我。我是个罪人，我恳求你原谅我跟赦免我的罪，让我好好管理我的时间，也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愿意将我的心交托于你，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帮助我天天的信靠你的恩典。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就这么简单，你把握了有限的时间，这个机会你把握了，在时间里面，今天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了，哈利路亚。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口的呼叫你的上帝为阿爸父神，他必会垂听你，帮助你，指引你前面的道路。感谢主的恩典。时光飞逝，对吗？接近尾声了，我们不能再回来了。所以因此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下个星期天就是9月20号呢，就是我们的一起线上守圣餐。所以下个星期天准备好，弟兄姐妹呢准备好葡萄汁跟饼干，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的守圣餐。我相信神会大大的赐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好，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我们下个星期天我们早上10点我们线上见。愿神祝福你。